的话，我妈妈也居住在那边，所以的话，我可能以后两三年我们才能见面了，可能过十几天过后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当时不是这样说的呀，雷哥，你当时说的是你要在这里待4、5个月，怎么突然之间要这样了？哎呀。没有，我觉得，哎，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，我也想清楚了。你看，你现在才二十出头，我的话已经27岁了，我们年龄又比较大嘛，就是可能就我以后也是你的好哥哥嘛。年龄不是问题，李哥，你不要这样想嘛。如果你是因为其他事情的话，那我可以接受。如果你只是因为，就是网上有些人是这样说不的是话。呀，不只是年龄的问题，而且我又长得不好看，我觉得，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的，你应该更合适那种真的帅气呀，然后，哎，长得高帅气那种。哎呀，你就不要操心我适合什么了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好吗？你就不要想这些东西。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真的，李哥就是一我直知道我在。配不上你啊，你不要这样说了，你们觉，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李哥配得上我吗？你们觉得李哥我们两个？适合吗？如果适合，你们就打一个适合，好不好？我看直播间现在有15000人，我看有多少人是觉得我跟李哥合适的，好不好？下位，反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反正我就会怎么说呢？会去帮助你吗？反正你需要的时候，我就会出现你面前。我可以吃一个吗？吃呀。哥姐姐，我吃一个啊！那个鸡爪。你拿给我吃，你喂我好不好？我叼在手上了，我叼在手上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但是哥姐姐们加微喂我可不可以呀？我觉得就是妹妹的那种喂嘛。可以喂吗，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？如果可以喂的话，你们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我喂不你。可以的话，我不敢呀，我害怕哥姐姐们又骂我，怎我真么？的我那天被嗨死了，哥姐姐这直播间，哎，他们说我真的长得太丑了，又不好看，又年龄又大，所以说配不上佳薇，所以我真的，我现在这次带佳薇出来玩过后，哥姐姐我以后就走了，好不好？以后就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可以喂吗，哥姐、叔叔们？你佳可以薇吗？对他他们们，说可不可以他们说呀？可以，你看，他们说可以。哪里啊？没有的嘛，只有一个人。哥姐、叔叔们，你们把可以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我喂李哥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我还，你看那么多哥哥姐姐、叔叔们都说可以。可以啊。对，李哥自信一点。真的，小黑粉太可恶了，他们都说可以。有几个人啊？直播间现在有16000的人，我看有多少人是打了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都说可还是以。我自己来吧，我等一下又被骂了，我自己来。这太好吃了。我也吃一个吧。哎呦，完了！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好吃。用嘴叼着，我哥姐说什么？你们不要这样说啊！不要这样带节奏。太漂亮了，谢谢啊。为什么不露脸？因为之前一直有人说李哥不好看，黑李哥怎么样。还有个人，他私信我怎么说的？怎么说啊？他说："老李，你配不上佳薇，我才配得上佳薇。你，他叫我离开你，什么什么的。我也是，真的，李哥，你不要搭理那些小黑粉，好不好？他们有故意的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根本就没有了解过你，就这样乱说。
没有，反正我觉得，哎，他配不上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都说配不上。对呀，我自己觉得合适就行，对不对？子鹤和佳薇是天生一对。女歌好看，谢谢。是在安慰我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也很开心，真的。不是安慰人，实话实说。不是长得好看，只要长得到钱。自己觉得适合最重要，是吧？因为以后的日子是两个人自己过，也不是别人说，对吧？谈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。对呀，所以不能只看外表呀。生活两个人，对呀，生活就是以后的日子本来就是两个人自己过嘛，别人说的再多也不会帮衬你一把，是吧？高姐姐，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更好的对象，然后介绍给佳薇的，有没有？就是没有结婚的。人品好就行。对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说的是啊，鞋子好，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上才知道，对吧？嗯，过几天啊，锦，我们在外面啊，哥姐姐，我们现在在外面。对，我们在外面旅游。就你们俩，不是哥姐姐，我就是我们那个公司里面的。对，我们五个人出来的啊。就是我的那个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在这里，还有我的助理，他们都在这里啊。是的。小张。哎，李哥你好。嗯，你那个帮我拿瓶水。啊。啊。哎，我助理呢？他在楼上啊。啊。他在楼上啊。啊。要不要助理？要不我叫他下来吧。啊，对，你把那个叫陈助理下来。我去叫一下啊。嗯。对，我真的有些人100张嘴里面有100个你嘛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少听一点别人的那。二师兄在楼上啊。二师兄。哥姐姐们，这次真的。这次本来刚刚我把那个我的助理加把那个二师兄骗到那个外面去玩，那个楼上现在陈助理啊，陈助理那个呢，就是那个二师兄吗？二师兄是谁呀？哎，就是表姐呀。嗯，你把他骗去下面去了吗？对，他在下面。嗯，对，他在下面。等一下的话，就是叫那个表姐你们睡在一起啊。可以可以。啊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好了，然后哥姐姐们，就是表姐嘛，表姐她现在说要喜欢上了我的这个我的就是驾驶员，你们说要不要给她介绍呀？就是表姐说她喜欢你，小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几天没看见你们直播了，是的，因为我们在。你觉得表姐怎么样吗？我们在计划我们的。表姐，太那个了。表姐怎么了？表姐怎么了？不是你坐啊，你过来没事，你坐这里嘛，你坐在这里来嘛，没事。我感觉他的那个身形跟我有点不搭，好吧。哥姐姐们，我就是我的司机说，就是他说。他不喜欢表姐吗？但表姐说他喜欢上你了，说你长得很帅。反正我感觉我对他那种有点反正那种
就是体型有点特别好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体型有点大了。他那个体型就是反正圆圆的嘛，哎呀，我圆圆的。哥姐姐，你们懂不懂？意思就是太胖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嘛，他起码有过两个以上大了。而且好，哥姐姐，你们觉得那小张，你想不想要表姐吗？你这就为难我好了，你不要为难我吧。啊，你还是不要为难我吧。你觉得小张帅不帅呀？帅呀。对，哥姐姐，小张很帅的，知道吧？我买的货怎么还没收到？你们可以去快递那里查，然后你们可以联系客服哥姐姐们，叫老倪出来。哥姐姐不要叫我老倪好不好？我叫小倪好不好？你们叫我兄弟好不好？老倪，陈助理，陈助理，等一下我把陈助理过来，然后叫那个表姐出去玩。叫他，其实我觉得加了这个就挺漂亮的，放在罐罐里面或者是瓶子里面都可以啊，可以放一年以上两年不等啊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小张都说了你很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没有啊，小张。你说，他这种真的就是很漂亮的那种，真的。表姐那家还是算了。你别这样说了。老你的声音太老了是吧？是的，陈助理。双喜啊，我们那个就是可以放一年以上到两年不等。用什么容器装呢？你可以放在那种平时那种